未来我和李金当选了后，我会用三项团结带领台湾继续向前。第一项，民主力量爱团结，我会结合社会上认同民主、热爱自由的好人才，斗阵建设国家，让台湾人民会当安居乐业，好啊好。第二项，国家调解爱团结，选举是一时的啦，但国家的利益是长远的。未来我会建立国家利益，关于政党利益，政党利益比个人利益更加重要。政党文化，并且发挥民主的精神。团结调解，一直对外、对外交、国库、两岸路线上，台湾人共一条心，打造永续坚强的国家。大家讲好啊？好。第三项，民主阵营爱团结。现在台湾已经是世界台湾。咱坚定信赖台湾，而且和国际上民主阵营站做伙，继续深化交流合作。